大家好，我是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和了解王洛宾先生留给世人的那些美妙动听的歌曲，像《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尔文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青春舞曲》。其实，在这些歌曲背后，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美好感人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就由我来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玫瑰花在你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在你玛利亚。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唱歌，婉转如云霞，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曲是《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那么这首歌曲的原名呢叫《杜达尔和玛利亚》，它是王洛宾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在青海搜集改编的一首哈萨克民歌。当时王洛宾在西宁的回民中学当音乐老师，有一天他听说西宁城里来了几位能弹琴、会唱歌的哈萨克阿肯，这个阿肯呢，就是民间歌手的意思。出于对民歌的爱好，王洛宾非常想见到这些歌手，他要向他们学习，记录他们唱的那些好听的民歌。那么第二天，王洛宾就在西宁的麒麟公园里见到了那几位歌手。当时，这个西宁有一个公园叫麒麟公园。王洛宾来到公园的时候呢，这些歌手正围坐在地毯上，他们弹唱着、弹奏着一种叫冬不拉的这个乐器，哼唱着很多好听的民歌。经朋友的介绍，王洛宾呢很快就认识了这几位歌手，和他们交朋友。
在弹唱的时候，王洛宾呢一边听他们弹唱，一边还拿出了纸和笔，他要记录他们唱的每一首歌曲的旋律。当时这些歌手在这个公园里面一共弹唱了两天，唱了许多哈萨克歌曲。杜德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个时间记录下来的一首歌曲。王洛宾还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杜德尔玛利亚这首歌呢，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内容呢是描述一个叫杜德尔的哈萨克青年和一个俄罗斯姑娘玛利亚他们自由恋爱的故事。因为他们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民族，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杜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杜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啊。但是呢，尽管如此，王洛宾还是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旋律啊，他就想用汉语来改编它。但是呢，用汉语来直接译配呢，如果继续保留那些情调悲伤的这个歌词，看起来倒是简单又省事了，可是呢，如果能让它继续传唱下去，这不符合王洛宾在音乐创作中追求完美的艺术风格。于是他决定重新填词，他要创作一首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这个爱情歌曲，将它传到内地，传到更远的地方。王洛宾凭借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他在歌曲中塑造了那个青年杜达尔和那个玛利亚姑娘在草原上放牧、打猎，还有自由歌唱的美好意境。他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的开头，他向大家展示了玛利亚姑娘就像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还特意保留了原来歌词中的一个叫塞蒂的这个词汇。塞蒂呢是异乡的意思，因为这个玛利亚是俄罗斯姑娘，她是从异乡来到哈萨克草原上和那个青年杜达尔在一起相依歌唱的。王洛宾重新创作的两段歌词完成之后呢，因为第一句歌词很美啊，就是这个可爱的一朵玫瑰花，那么王洛宾呢就把这个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呢作为这首歌的歌名了。重新创作的这两段歌词的意思是，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蒂玛利亚，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蒂玛利亚，那天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入云霞，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哎呀呀，你的歌声婉转入云霞。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伊万杜达，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伊万杜达，今天晚上请你过河到我家，喂饱你的马儿，拿上你的冬不拉，等那月儿升上来，拨起你的琴弦，哎呀呀，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那么后来这个王洛宾把这个新的歌词写好以后啊，他要继续配歌呀，要和旋律要配到一块，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杜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散板，他的前两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将前两段乐句中的第二段结尾的旋律做了一个调整。他将原来的
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啊。经过王洛宾创作改编的这个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新的歌词不但诙谐优美，还充满了草原牧民的生活气息。这支歌曲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在抗战胜利之后呢，那个上海有一个凤凰影业公司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小城之春》，这部电影呢就将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它的主题歌。